那不叫你放在用。为什么我要做台机器人呢？我们这个，因为啊，前阵子班上流行剪魔术方块，于是我就把台剪魔术方块机器人做出来。做出来的感觉其实蛮好玩的，加上我也不会剪魔方的关系，所以让我觉得做出它来更好。你怎么？动机是什么？